会佛陀的大慈悲，就在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那么他讲呢，西家中嘛，做刚啥，做普通做八角松的，其他那么，啥种个都叫松的，再把他们去。接下来观想着上师心间画出智慧，明妃极为美丽具足清纯的形象融入自身。你讲的这里，我他就喝了点酒，我他就落地爬摩的。其实让人给你打开门的话就把他的血送进去了，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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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这里的，这是，跟着这边不要观想融入，就是上师将心间的手印母智慧明妃交给我们，这个明妃就是金刚亥母的自信，我们要晓得自身就是圣德金刚，然后佛母明妃就是金刚亥母的自信。借由佛父跟佛母的和的脉气的修脉轮的修法。能够意方便跟智慧双运而升起认得大乐，在观想的时候务必要认知到弟子自身即是圣乐轮金刚，然后明妃即是金刚亥母，在了悟方便智慧双运的前提之下所升起的大乐，能够令我们证得究竟的佛果，这个就叫依他身手印的瑜伽修法，这是第三个观点。我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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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些这个对吧全部了先对吧全部先进他们这玩意儿就不要必须的一直叫呗就为什么本来就不要伤心那别人因为爸爸当老了都不要别伤心没定不要那些娘子娘娃没别的东西也没别当了哦，罗娘把叫做这观想自己的身体就是大金刚总持，而上师所教于我们的智慧明妃，她就是金刚持的佛母金刚傲慢母的自信，在她的顶喉心三处，在两尊的顶喉心三处各有三种子字。然后要明观莲花跟金刚的自信，依此灌顶升起殊胜不变的大乐，在这个境界当中，思维将要救度一切有情众生的想法，并且以这样子而做和合行，在这样子的境界当中降下智慧甘露，领受甘露而了悟到乐空无别。这东西也没办法拿的。这个我我东巴东我我这个这里没来吧这个我能力东巴的东不能杀了你杀了康的是巴西一说这里这里这里他的人的娘子人呢大金你是没被去大金你没你是没被去哈口有的这康的呢这个清波的第一年那么多拿着那么多拿着的这那个社会上是怎么吃大西呢？你社会上是个地方的是哈过呢？你社会上是哪块的吃？哪块了？你没话西的，你一时没被吸走，大西移民一时没被吸到这个药的，他们两次那么得到得到这个药的。
为何透过前面的方便道能够产生最终的智慧证悟呢？这边提到了要安住在乐空双运的本体当中，所谓的乐空双运指的是乐的自性即是空，空的自性即是乐，如同至尊弥勒日巴尊者所说的，应当了悟乐的自性为空，空的自性为明，并把握明中具有觉性这样子的窍诀。所以依着这样子的方便去做实修的话，最终能够了悟自他无二的本然智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领受大乐时，分别妄念会演习当分别妄念熄灭的时候，能够了悟，能够见到自心的原始自性。如此的原始自性，犹如虚空周遍一切处就会中真正通达自他无别的本来智慧。这个就是以方便道而升起大乐智的意义。这人就到了上海的他不到我们的年龄的时候，我吃了过来我要改变吃了人我要是你这样的地方我要吃了人大家你这一次哦这不是什么狗狗的这不是什么狗狗的哦这不是地方的事这不是什么地方的事他地方的地方要把你上来你意思的你这个心你这个茶道节你这个写当节你都可以这样做过我不找人就做过有的年龄轻轻呢，我身上阿些个地方下过，你是没被洗到过嘞，得看看洗过嘞，得看看洗脚的了，搓搓都不洗了，搓搓都不洗了，可是你，得下过过嘞。如果不能够理解如此的无二智的话，那会怎么样呢？按照密法来说，不能够了悟无二智，则造就轮回。为什么会如此会造就轮回呢？因为二元对立区分自他的对立性的缘故。比方说男的执着女的，女的执着男的，认为非有对方才能够拥有快乐，所以对于对方产生了单着，进一步的就引发了嫉妒心，引发了嗔心，如此就创造了痛苦，也就是身在轮回当中的因。如果能够跳脱这一层去直观心的原始法性的话，那么就能够从像前面所讲的框架当中跳脱出来，能够见到心的本来面目。这样子我们就称它叫做妙观察智，也就是本来的智慧的一个面向。这个就是以方便而了悟无二智慧的意义。第一十六一系叫妄托一直这么大咱们一律碰下去吧那妄这个托托的去跟着本地把七八级叫发言以上就得到第三观定般若智慧观定，净化了心意的盖障染污，获得了能够依他身为使者道的瑜伽修法的许可，并且结下将来能够成就易金刚法身果位的殊胜缘分。我的每天啦嘛，日内达当六万米平方米，我旺盛的，高层两层两位必须已经从那独家内陆，可是不跟我让毕竟对嘛是吧？可是他们介绍的那把的，让我吃人的。是不给这个我们把家就这么上来长得去过我的时候因为长期他们姐姐去过让人见通的我这把都给吃干的都能要么就把学生接下来请大家凝视前方具足的身体的要点也就是坐正，然后眼睛凝视前方，按照着前面第三观顶当中所感受的譬喻智，也就是所了悟的大乐智慧，以这样子的譬喻智作为代表，透过譬喻智能够如实的见到圣意实相的觉性本来面目的自性。这个面目本来面目就是大无为法，它是一切轮回涅槃的根基，如同命根一般。我们如此如实的见到这样子的面目，在这样子的当下，我们一刹那当中一切的习气等盖障染污都获得净化，
而能够现前，远离一切盖障的法身面目。思维着如此的道理，安住在直接赤裸的见到一切诸佛法身的本来觉心境界当中。离了，日本我的活着去，他们离不开的，你离不开的，日本的女马车把的，女马车把那这里，女马车把那这里解决没办法，变了十难块的女马车把的，这个需要把的，这个男生不耐落的，那到团结到这儿的钱，南卡到了地方呢，这里大金你自己的，你把的吃不了。这个里头，你把谁把？这里头，看这趟车少，大不了少，不知道从哪里一进去，一进去讲的就，这里少进去了，这啥东南卡到了吃羊过来，这羊的羊的羊少了，这啥家吃过羊子里不搞的？大部分人都没法吃，他这。马拉里边，内蒙上的东巴鱼，内娃子出发趟去东巴鱼，东蒙上的沙巴鱼，这吃沙窝肠嘛，这把子沙窝肠，沙龙上的这把鱼都沙娃子啷个啷吃我心呢？啷个啷我心？就搞的这里一味的吃用过的，你就把趟去吃了。这里这啷个娘子蛮用的，吃不上的重庆嘛也少。刚刚提到要安住在觉性当中，觉性是超越二执的，超越能取所取的二元对立的。又提到觉性是大无为法，也就是离于生灭，犹如虚空，非色法的自性。怎么样说呢？因为如此的本觉，它是本来的智慧，是超越妄念，离于妄念的心。在本觉的境界当中，没有我执，也没有自他而取相，所以刚刚也提到，它是一切轮回跟涅槃的命根。这个命根的意思，就像是普贤王如来祈愿文当中所讲的“一机二道生二果”当中的一机，就是轮回涅槃的命根。而了解到这样的命根，为本来自性的觉性之后，要晓得它的本质就是明空双运的。明的自性为空，空的自性为明。如果能够安住在如此大手印的传统禅修当中，首先会了悟到无有妄念，在无有妄念之下呢，又进一步的如同弥勒日巴尊者他所说的，能够了解到空的自性，明的自性为空，空的乐的自性为空，空的自性为明。在明当中自己能够了悟这个明，就是觉性，也就是自身了悟，自心了悟自心的本质，会晓得这一切法并不在外。以上所说的就是安住在大无为法的轮涅的根基，也就是本然智慧觉性的面目当中的道理。一学的那切扎下多见那个接着到了得战他是喜欢你出家判的出你多这就有了。刚刚所讲的道理写成偈颂是这样子的：如此本质即幽微，犹如金刚空中央，离尘究竟即尽性，汝之来处即是汝。你去差些松嘞，同一个嘛也，同当同去一个嘛也，别难看了，难看通，难看通，难看卡里的，难看的了，多久落一个人在巴里？东道落一句也没得，朋友也没意思。朋友们插进插外的，那个我们家的娘子啷个？你现在养当养的当家当家家多多了，对对，干的对，那个同家的有干的对了。大大落不了个这么子，你得的辛苦么着嘞？你得意思，这啷个啷个他出去有说，啥金多金我这不搞的，这里老百姓他给了什么没接触了，这里啷个了？光讲了，从村子里头，让一个一件鞋吧，买一把，等让个让个下过了，他出来了，哦，他舍不得了，代理说他出来了，这一个东西在哪里有哪里的，那让他是一种代呢，代呢，这里他代，中堂街的在哪里，罗店南块街的，那路的了，啥东南块的了，从南的到到那路那个啥东的过。东的了，这里先拿块的，就是这刀把砍没了，先
到把那块到那把个毛把把就交给药的，冬的冬冬把里子稍微新鲜西瓜头腊药嘛，他的西瓜摘的，西瓜的我让你可能冬把，通就通去稍微冬把你看看买一把，别人他这个这里落地成也怎么样，稍微了稍微也不了冬把也怎么的，这里跌了跌落地成这里，这就破旧着吧，这那块这是破旧没把到的。Tadi dia cuba jasa dia, dia lah tadi, tak cuba jasa dia juga. Dodi nak fikir tu, dodi je na, jadi pujar meh, mebarang barang tu. Tapi mebarang tu, tadi masa sebut meh tu, sebut meh ni jadi kan tu sama sebut jual tu. Tapi sebut kawan dong tu, dong jual mai, dong jual mebarang tu, cik cahsin, dong jual mai, dong jual mai tu. Dodi tu baru, oh.참아그세무되거든참아이제이칸콜대기가세무적어래딱고산지에세무적어져래마당코가세무적어래세무매가말했지그래대라들이나봐산지에돈이흰지속된적어산지에돈이흰지에단대래나디통지세라들이다자다와지랑랑포라면이이는탑이란말이지같이똥바이뭐하고는핀토이란말이흰지에단말이라그똥바똥장되게내가그냥제토고말했지유모가라유바지레사안고코가를타고말했지돈이늦게다도는다매가차나그니사실에용진파용구요래했어초지파는초기용대로파요말했어코라담보조사요말바르네사요말타마가누구빼는버찍는파요래그니코는홍요말했어刚刚提这四句话是开示的《金刚偈》，第二句讲到犹如金刚空中央，第三句提到离尘究竟即尽性。如此的离尘究竟即尽性，它是不可以肉眼而见的，它不是可见的对境。为什么呢？比方说，像我们说见到虚空，但是虚空是无为法，它并非对境，如何能够见到呢？所谓的见到虚空，见到不可见，指的实际上是当离于妄念，不受妄念分别所拘束的时候，才叫做见，见其不见。这是从极为细微的层次上，以禅修为实践，不断地去反复关心，反复检验、观察、分析自心所得到的境界。这样的境界当中，我们觉性是自证的，他自己了知自己的本体，如此才称它叫做见，实际上并无真实的实法可见，这个是在 不可见中而见的道理。而在这个境界当中是离于一切暂时的二元对立的染污盖障的，由于有菩提心跟自信的加持跟上师的加持的缘故，所以能够摆脱暂时的盖障染污，这个并不是是自心作意的境界。所谓的空的本质，并不是我们去创造、去磨塑出来的一种作意性。它所以称它叫做离尘究竟即尽，就是它没有丝毫的心的作意。那他又说了，如同虚空，叫做犹如金刚，犹如空虚空。所谓的犹如金刚、犹如虚空当中，第一个层面的犹如虚空，指的就是心的自信。是明空双运的这个空的层面，明空双运的空的层面犹如虚空周遍一切，在空当中它仍然是有觉性的了别的，所以空这个了别的力量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它的本质虽然是空，但是是与明分不开的，它并不是一个空空如也的空，而是明空不可分的究竟性。这样的究竟性，从报身的层面来说，我们就说它是明分佛父，空分佛母。这个从法身的境界来说的话，就是法身的，法身的国王的究竟境界。那么他又说了，他说犹如金刚，用金刚来譬喻什么呢？来譬喻它是无为法，它并非是创造性的。而且呢，它是具有明分的，并非空空如也的。它不是心的所缘境，它不是心的所行境，它是超越心的，如同前面所说的不可见。但是它有明性，这个明性就被描述成为金刚。
因为在世俗的相对境界当中，心造一切，我们不能够说在世俗当中没有心，仍然是需要安立世俗当中有心，因为它会创造不清净的轮回跟涅槃等的一切法。可是如何才能够看到究竟面目的心的自性呢？究竟面目的心的自性，要透过对空跟大悲的如实熏修，最后会了悟，所谓的心的本性并不在外。当我们在了解心的本性的时候，假使仅仅只是了解到它的空分，而不了解它的悲的层面，就是不能够以空悲双运的方法来了悟心的自性的话，这样子的对空的了悟是不能够起到对治烦恼的作用的。你仍然会在面对境的时候，面对所缘的时候，会产生自相的烦恼，而累积种种的业。如此一来，纯粹的了悟诸法皆空，不能够具足悲心的话，是不能够起到如实的作用的。要真正起到对治烦恼的作用，必须要了解空悲是双运的，空悲大悲，空性大悲这样的前提之下去做真正的实修，才能够了悟到所谓的分别妄念，它既无来处，亦无住处，也无去处。这个就是究竟如同金刚的自性。对王一把托，我是常用就是马把恰到一把打。老子参加节目，我把了往这位许多人，我问一个这个你把七八级，要把人哦。以上就获得了第四灌顶，净化了身口意三门的盖章染污，乃至于相关的习气，得到能够修持大手印道的许可，并且结下将来能够成就智慧金刚体性佛陀体性身的殊胜缘分。你三个内容从哪？我从常用就这么把恰当就把打说，我从常用就三个内容，你里面呢变成没进通的了，没通过要的，没通过要，靠肉的了这里，眼睛、眼睛一个这里，直接就风暴打不来，全部脑壳打不来。我的通就要讲，我是这把要买来算的，这个打通的，肉打通的，这个老人家他们就打通的这里。这次你我不看你了，怕我做这个药的，不管怎么办呗，变成西藏人了，西藏人啥都拉着，西藏人们拉皮尼亚拉着的，这个是白茶这个拉着的，你我不白茶这个拉着，他们怎么打的？这个白茶拉着药的，我说吃药就怎么白茶的就把它上。刚刚提到了三门的盖章染污，连同盖章染污的习气都得以净化。他的意思是说，当我们见到了新的实相的时候，能够完全的清净三门的盖章以及他的习气。原因是因为，假使我们不能够见到新的法相的时候，我们会把对象当成是实有的。我们看一个人就看他的色身，而这个色身毕竟是有所执爱的有为法，我们就在这样子的实有性当中执着这个人的色身为所见。而实际上真正的见到究竟面目的话，是见他的心的本质自性，也就是直接的了悟到所显的一切相无非是显空双运，所听到的一切声无非是声空双运的自性。在这样子的了悟之下，就没有任何的执着了。比方说当嗔心一升起的时候，见到如此的自相，那嗔心完全就泯灭掉了，没有嗔心也就不会再连接着他的习气。所以首先呢，是透过这样的了悟，把对于相的执着，对真实的执着的那这种执着性加以净化了。执着性净化之后呢，就净化了他相应的习气。以上就是说为何生于三门以连同他的习气得以净化的道理。那的如果往过了他们话，如果往过了当，如果妄当，妄，如果妄，个儿妄个儿，他们话这把拉，等于他们买一百，那是拿什么这把这把了？没办法，那就得在啥，那得就不，那得就不，那得就不，喇嘛都是强的，你给这个。给这个那就对，就对，那么就往上门了，一把都就工作和尚一起的事情，才没把把哇，怎么拿进去？几百几就这把破了，这把我咋破个人来吧？叫什么老外吧？过来，
大概就那个时候就跟他个谁拉拉开了就把三眼睛拉定这个多金国家上个上个这把用完用家头发都在刚刚他们这个小女儿不得比较吧个女儿她就是这样子把她那个往事情就把我们这边电话前面这边一些就过当当时技术把搞完对你们行不到我送我特勤上上都去拿着让家人有啊透过上站你没有参加节目这都是有些我大的人把家把家我的参加他们现在那么些没进去把车里忙一把这样啊多把他搞了走车进去看不到我的对象算是时间了吧那大家老母把这边就把这样我把上街买家边出把上面进去家人就累，那命就碰碰的你，碰碰的你。我也拖把哈个过不难的，过路拉马尔我中了，啊，红雷神就呗。西西街都是罗家当啊，地方干了忙了大金，啊，大金的面积是吧？拉马就面积不家多就这就不够长的，说不没办法当街帮助街。以上就是入门的共通灌顶已经圆满，接下来是不共的甚深加持的灌顶，请按照下面的方法进行观想。观想前方虚空的上师金刚池，它在一刹那当中就转变成为至尊瑜伽自在王，也就是弥勒日巴尊者孝金刚，它的身相是青色的，极为明亮，带着智慧的光彩，是无量无边的智慧光彩。那他微笑着，具足，皮肤上有润泽，非常的润泽。然后呢，他非常慈爱的看着一切修行者，他的头发披垂在自己的背上，然后呢，一直长发及腰，他并且呢，在背后呢纠缠起来。他身上穿着白色的布质的布料做的上衣，并且呢还穿着一个像仁波切这个横的禅修带，然后他的右手靠在自己的耳朵旁边唱着金刚道歌，非常的悠闲惬意的唱着，左手则是做禅定手印，手上持着一个头盖骨里面盛装着甘露，他的双脚是以国王游戏坐姿而安坐的，右脚往外伸。在他的周围有嘎举传承的一切成就者海会如同云朵一般密布围绕着他，他的内心当中具有着具身不变的大乐智慧，如此智慧开广，成就了他的智慧身，如此智慧身是拥有一切微光，具足一切威严的，就像是太阳一样的庄严。他的语的自信是大圣乃至于密咒金刚圣的明点自身的自信，他的内心就是甚深的道无二的大手印乐空双运智，安住在这样的境界当中，他的功德是一切诸佛的，与一切诸佛的功德无有差别，而他的事业是变化万千无有一定的，广大无量幻化王一般的随类调伏的事业，极具威严。而且呢，在他的周边则有一切的天子天女无量无边的做广大的供养，不可思议。观想在这样子的尊者面前，诸位的身体，自己五蕴和合的这个业力一手果报所成就的身体，从眉心的部分裂开，就是转成了头盖骨，而身体剩的部分都放在这个头盖骨当中。当上师念诵欧玛吽三字的同时，自身就转变成为智慧甘露，具足百种滋味，颜色呢是白里透红，光亮明，澄清的智慧甘露。然后如此，甘露沸腾之后，上师大至尊弥勒日巴尊者他的金刚舌就放出光芒的吸管，享用了这样子的甘露。我们像观想这样子做观想的同时，以虔诚心向上师献上甘露供养。对。